这个好像少了一串吧，点了两串，只有一串。你们吃烧烤最喜欢点什么呀？还有视频，我等一下还要跟朋友出去吃饭。拜拜，你们给我点个赞哦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哦。我叫的这个是，是特辣。前几天我就馋了，但是我家没有空调，我害怕太热了，就没有吃。好满足啊。想着都辣的疼。这一口给你们吃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烫了，风夹不起来。拜拜，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小心心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拜拜，我的嘴都不是我的了。汤本来挺多的，全都吸到这牛筋面里面了。
就是特辣还不辣，我去拿点辣椒啊，弄这个辣椒，这个辣椒夹着饼吃特别好吃。我今天这边牙齿还是肿的，长智齿了。拜拜。